徐那种。他叫徐学义吧？对，徐学。我叫陈秀英。东城。东城陈秀英。秀玲的秀。英国的英。啊，英妈阿番薯。国语名字，德鲁古名字。德鲁古名字美女。美女英嘛。美女布鲁。布鲁爸爸哈。爸爸是布鲁。好。你的孙子有没有读国小的？有孙子叫什么？可以啊。有一个叫江连胜文是住你们江连。黄祥恩啊。黄祥恩啊。几年级？可以申请吗？黄祥恩。他几年级？幼稚园吗？二年级。二年级。还有两个叫什么名了？简什么了？你那个手上有刺青哦，几岁刺的？哎。啊、有两个是孙，也是孙女啊，在里面国小。捡什么捡什么仙的，我忘记了。捡一二年级啊？没有，一个是二年级，应该是有的是四五年级了。都很会踢足球。有一个叫江连胜文的，不是住也住你们那边？江连胜文是一年级，还有一个叫江少，应该是可乐的吧。没有，他们是住那个沙卡党对面那个机望。现在回去了，你买什么？买东西啊，洗碗巾啊。多少钱？除不干啊，刚好2000块。2000块啊、好，改天上去请教母语哈。啊？改天上去请教母语，这是我名片。母语？对。哪里？啊？阿姑妈开呀喊。好。楼上还最多，我婶婶还在那里啊。他刚不是结账了？我婶婶还在那边呢。这个八一几岁？妈妈。妈妈几岁？妈妈不不母。几岁？馒头。几岁？啊？几岁？几岁啊？76。很健康呢。哎呀，你刚刚说好好吃，怎么讲格鲁话？很好吃，什么东西？很好吃，怎么讲格鲁话？马肉粉。马肉粉哈。你边走边拍哈。好。啊，这下拜啊。你啊，我个家庭我过去就清啦。你未使走的你。我怕的吼。未使的，未使走。妈吃不得，我今天都不打扮的，我进入啊，咱们想吃的，你们尽量聊天哈，我要拍那个母语。好，哎呀，话。妈，我都不行了。你不拿那个篮子哦。你等我一下，让老师帮你抓。没有。你在哪一个篮子啊？他没有卖果农哈。一个门路半年呢，45啦，你外面买50块啦。50块。
妈呢？马红是妈呢？你老家过？这个二十六，这个煮菜用的。那边有479的米，12公斤。不啊，那那不啊，个沙发没力，还都不干呐。哦。拿篮子哈、好柠檬酸。